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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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si ti hom。那我们今天谈灌顶的这个意义，在密教里面呢有灌顶，那么其他的这个宗派里面就没有提到。在密教里面皈依了以后啊，他马上就要接受一个结缘灌顶，就是你跟密教本身的这个缘分已经开始接上了这种线，这个灌顶的。那灌顶呢，应该讲起来是从这个天竺那边传过来的，佛教也本身从那里传过来，就是印度本身的这个国王啊，登基的时候起四大海水，从头上啊给他啊灌这个顶下去啊，这个意义啊，也就是登位啊，登位的这个意义在里面。这密教的灌顶呢也是这个意思，可以这样子讲，他有一种这个认可你，你可以修这个法，那么你受这个法的灌顶，就是认可你，你要修这个法给你认可。一个就是保证密教啊，你受了密教的灌顶以后啊，就好像是一个证书，给你一个盖章，保证你可以修这个法，是一个认可跟保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灌顶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好像是基督教啊，他们在受洗，受洗的这个仪式，跟灌顶的这个仪式比较像一点，相似。然后我以前也受过基督教的这个洗礼，我用水给你行洗礼，给你归入父、子、圣神的名，那个是牧师在讲。我用水啊给你洗礼，让你皈依在父子圣灵的名之下，这是基督教的。基督教浸信会啊，他是整个人要泡到水里啊，整个人啊好像是站着，然后在水中站着，然后再下去，再一下子给你拉上来啊，假如给你按住太久的话，啊，你就是得到永生。啊，给你按住了，你爬上来，你他给你按住，哇，得到永生。这个就是一个浸信会，就是一种浸礼，浸礼好像比较隆重一点。一般的现在就是用水啊，就是洒水在头上，洒一个水一样，洒水在头上。密教的这个灌顶当然也有瓶灌顶，也是洒水在头上，也要喝下去啊，那洒水在头上，这个灌顶有很多种的，密教的灌顶很多很多。其中这里要谈到啊，就是一个灌顶的一个灌相跟灌顶的真量，灌顶的真量。啊，你假如是说翻开圣经，耶稣也受洗，有一个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那耶稣呢到了施洗的约翰那里去受洗，他们以前受洗是在河边的河，那耶稣也是受洗到河里面受洗，耶稣一被受洗的时候啊，圣经上写的天门开了，
天上的门开了，那么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这个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所喜爱的。这是耶稣啊受洗，也就等于是灌顶了。他在受灌顶的时候，突然间天门开了，那么有声音传出来，这跟我们密教啊很相像，很像。所以我今天特别讲出来，我今天有一个像在这里啊，有一个这个佛像在这里，这一尊呢是总持空行母，是我在我的上师的地方，他用总持空行母给我灌顶，就是这一尊。那么这一尊呢可以讲是传承信物，就是传承信物。因为每一次啊我在这个上师那里受灌顶，他都把灌顶的东西送给我，灌顶瓶啊，啊这个五佛灌顶的啊东西啦，另外这个无上密布的灌顶的灵根处啦，啊种种的东西他都送给我。那我现在假如说给弟子受灌顶，给弟子灌顶，我把灌顶的东西送给他，我现在是身无分文所以我不能送给你们东西，我只是说确实有必要了我才送。当初啊，然后我受这一尊空行母灌顶，这个灌顶是三灌以上的东西，三灌以上的总持空行母啊，是处在头处顶啊，处在头顶上面了，是处顶了。我当初啊，这个三灌呢、啊，你一定要有一个，他意思是就是认可你，第一个认可，认可你，你可以接受总持空行母的观点，可以啊，摄招空行母。这个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呢。你受什么灌顶，你可以修什么样子的法，这个就是认可，也给你保证，给你一个证明，证明你可以摄招空行母，你可以招请空行母，这是总持空行母。这一尊是传承信物，哎，不是我在路边上买的，啊，是我的上师给我的。并不是我到尼泊尔到西藏啊到哪里看到一尊哇空行母给他请一尊回来，不是的，就是这一尊，这一尊是放在我房间里面的啊。这个是传承信物，就是自己的上师给我灌顶以后然后给我，那么他给你认可保证有没有正量，所以有。当这一尊灌顶的时候啊，啊，天门有没有开？因为往上一看是屋顶，屋顶当然没有开，啊，屋顶没有开，但虚空中有声音的，十万空行母，所有的空行母聚集，十万空行母一起呼唤，空行母灌顶，这个就是正量。假如你修持啊有了正量出来，这师父给你灌顶的时候，你的上师给你灌顶了，你会有微妙的这种接受，虚空中啊有声音，空行母灌顶，哇，这个声音很大的，这个就是一种正量。像我今天呢、啊、把这个空行母请出来，那就不一样了，今天修法就不同了啊，今天就有很多的这个接受出来。 Om Mani Padme Hum。